神爹狗之后，然后他每天日夜然后你回台湾不是吗？对。然后我早上醒来，打电话叫你起床，结果来发现说你已经回台湾了。好感人的故事啊！太感人了，对。要不是今天的环境，你们两个都彼此就分隔两地。Jessie， 你应该